家中出了如此大事，还有心梳妆打扮，倒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。往日里二叔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二叔母往日曾说过：“董姓亲戚与我毫无干系，也不必见。”所以娘娘不知是该来还是不该来。怎么与你毫无干系啊？你是我家女娘，正经母家人，为何不能相见？ 你少说几句吧，这除了小辈的女娘都比你大，少商来晚了，我们都没责备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三娘子到。泱泱见过大母，我父伯母，阿母。 你怎也来到这般迟？女夫子不知了许多功课，所以来的迟了些。嗯，这倒不是我自夸。泱泱虽自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可在舅父家时就好看书习字，不像有些个小女娘，成日里尽挂住贪玩胡闹，不肯读书，偏我是打也不行，骂也不得，真叫长辈们操心。 阿父阿母，娘娘不爱读书，多亏了二叔母，从不强求我。二叔母还说，女娘嘛，日后记得郎婿的名字就可，学这么多也是无用，不必像我阿母这般能文能武的。你少扯这没用的，蠢货！他若是散漫惯了，不学好，将来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一般，被圣上。 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？快扶我去看看！快！哎呀！哎呀！堂子，坐着干嘛？ 看热闹去。走。阿爹啊，你到了边关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呀！千万千万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，阿爹啊！ 以后你们家人不要再上这儿来了。大郎官吃要升上去，家里总要立规矩，总不能像乡下一样，什么山猫走兽的都往家里闯啊！真不要要你了！我说大母这平日夜里喝酒的地方耍赖，是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管你了呀？我怎么就不管你了？家族渊源。 莫要非议长辈，仔细大伯母听见啊，要发怒。近处都有奴婢使唤，阿父在世的时候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？我怎么就对不起阿父了呢？哎呀，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，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。 成家的好日子都是大郎血里活里拼出来的，你是董家子，我是程家父，咱们虽然是手足，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今天程氏全家都来给你送行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，程家。 就是你，这是程家，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程氏，
我到这白眼狼像谁？小小年纪，出卖至今，无情无义，都是碎了你呀、啊！程长生，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呀、啊！好，舅爷说的这是何话？大母他如何待我了？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，小史留下这个小弟娘，日后恐怕会和他阿母一样招人厌烦。不若早日把他弃了出门，也省了程家的米粮。你说，我什么时候说个这样的无话？你少污蔑我！这舅老爷莫不是疯了吧？怎么在这胡言乱语呀？快看大哥，快把人拉走，快呀！对了，还有你，你是养个小弟娘，不过十几年，咱俩把他给养废了啊，让他日后补救都来不及。不是，程，知道为什么不叫你习文识字识礼了吧？啊，我外甥这些年。